我叫张文君，我是伯克利化学学院助理教授。我在中学生暑期强化培训基地 SYIP 担任科研导师。我们研究很多天然小分子的生物合成，是应用于制药业或者是生物能源。你会来到全世界最好的化学学院，你有很多机会联系你学到的课本知识和动手能力，更好的计划你以后的本科申请和本科学生生活。欢迎来伯克利。